请放茶。 这回非常欢喜，来跟诸位共同大佛七。那么，我们平时都是有种种的事物。 要办理的佛期期间，我们就放下万缘，在公司上班的或者自己。 做事业，都暂时的请假来参加这一次的佛期，就是我们法师们也是要跟常住请假的，才能够跟诸位共同。 来集体念佛，那么既然都请假出来了，我们就要真正的放下万缘，在佛期期间，我们就是要克己取证的。 怎么克己取证呢？也就是我们平时念佛是比较散乱的，因为有种种的事情都要办理的，不能专心一意的念佛。那我们佛期。 主要就是要一心念佛，能够求成念佛三昧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算是达到我们节期念佛的目标。 所以，我们在这7天当中，尽量的全部尽力，要求自己。
从早到晚就是这句佛号，你要断绝。可虽然有时候不念，但是我们的心都时时刻刻都在意念，都在称念，千万不要断绝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证得念佛三昧。那么在佛七当中，我们要怎么用功呢？在这我们就说出来给诸位做参考。这里就提出念佛的正功夫有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我们要心存恭敬，不但是佛天里边对着佛菩萨的圣像我们才知道恭敬，而出到外头就不懂得恭敬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佛的法身是周遍一切处的，所以一色一香无非是佛的妙色妙心。每个地处都有佛的法身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处在任何一个地处，心都要存恭敬。心存恭敬，就是我们求成无上菩提的秘诀，这是第一步。要心存恭敬，在七天当中，任何地处，我们都心存恭敬。任何地处都有佛在，对待一切人，我们就看他就是佛，没有轻慢之心。对我们所修的法门都是如此，所以时时刻刻心存恭敬。接着第二步，第二个层次，我们在佛七当中要真正放下万缘，心系弥陀。所谓的放下万缘指的是什么？缘有外头的境缘，有内心的境缘。外头的境缘就是我们将外头的事情都暂时放下了，再不想到
公司里头的事，我们家里头的事，都不再想他，不理他了。这是外头的亲缘，我们要放下，要放下我们内心的妄想杂念。在七天当中，心心念念就是细处贼缺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将我们的心挂住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头，这个叫做心系弥陀，这个就是比喻，就好比很传奇的这个河水，上头有船只，那么传奇的河水，它流得很急速的，那就必须用木桩把它拴住，以免流失之难。这个就比喻我们的心再不打妄想，不起杂念，心就是用这句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就好像木桩，你系在这个木桩上，就不会有流失之难。这是第二层次，接着第三层次，在七天当中，心里头想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可以把它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三轮转动，由一根至诚恳切提出发出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我们可以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出生的话我们就耳听，假如没出生在静坐，我们就心听，都要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就是三轮转法，表示令大师一去，接着第四层次，我们无论是口称意词，嘴里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或者我们意地，我们心里来支持阿弥陀佛的圣号，
无论口称义词，懂得没有杂念之因，只存阿弥陀佛的声音。然而，阿弥陀佛的法身是周遍一切处，阿弥陀佛的光明亦复如是。所以，由我们能念佛的心发出念佛的声音，来记录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心身入于佛光，佛光入于心身，心身佛光就交融一片。当下我即弥陀，弥陀即我。讲到我，不是指我们身体的，是指我们的心，指真心，就是我。这个假体是四大五蕴所假合的，这是假体，它会败坏。而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又请了我们能够这么念佛，心生入于佛光，佛光入于心生，心生佛光交融一片，我当下就是弥陀。我们心念阿弥陀佛，心就是阿弥陀佛。假如起妄想杂念，就不是了，又是凡夫心。我们念佛，心能安住在阿弥陀佛上，再没有妄想杂念，我们心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我即弥陀，弥陀即我，这是第四个层次。所以我们在七天当中，这四个层次层层扎入，能够做到深处转熟，熟处转身。深处是什么？追求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最初我们很生疏，越用功夫越练越纯熟。那什么是最纯熟的？凡夫众生贪婪无欲六尘的心是最纯熟的。我们要越念佛越把它转成生疏了。人家说某某人，我们去贪婪无欲六尘吧，你说最近念佛对这个感觉很生疏了，我不去了。能够这样子，功夫就是逐渐成就了。能够做到这四个层次，深处转熟，熟处转深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心不乱，功成之日了，
令我什么我们就能够挣得了。所以在佛期当中，我们就这么用功，再也不跟人家讲那闲杂的话。好不容易来参加佛期，又要讲闲杂之话，那就太怕生了啊，太浪费了啊。所以要真正用功，真诚恳切地这么用功。那么人人都能够成就，所以从早到晚就是这一句圣号，不要断了。我们也都禁语了啊，禁语就是要好好念佛嘛，怎么可以想讲闲杂之话，心里打妄想，不再如此了。生命是无常的，什么时候要去不知道，所以要把握住，我们还没去，还一口气存在，我们就好好的用功。所以希望诸位在佛期当中，个个都能得到大的成就。今天就简单讲到这。Oh.